云标题，董明珠笑了。格力新手机曝光，王自如加盟后首款产品。9月11日，博主熊猫很突然最新爆料，新款格力手机工信部入网照曝光，该手机采用挖孔直屏，前部面板和后盖中框均为白色。据了解， TOSOT 继无奈格力推出的自家首台 5G 手机大松 5G 手机于2020年12月份推出，该手机搭载骁龙765处理器，配备6400万后置主摄，整体配置一灯，市场定价为2699元。公开信息显示，该手机当月销量仅有几百台。